萧敬腾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往中国，过去就曾因一些言论触怒台湾网友怒火，没想到最近他又被延上了。近日他登上陆纵，大喊自己是阿美族人，还在现场教其他来宾跳族舞，结果一整个大出包。像排舞嘛，很简单，但我们要那个交叉舞，这样。然后，就把重拍放在右脚。其实排舞的正确跳法是要双手打开握，这样肢体舞步才会协调。有原住民网友看完影片整个大怒说，你让我太气了，敬腾，不会就不要乱教，不懂要问，不用表现。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以为阿美族这样牵手了，真的是大爆笑。也有不少人轰他，都不觉得手很卡吗？我整个台湾问号，祖灵看到会生气。对此萧敬腾现身影片留言区，坦言是看到大家讨论才发现自己跳错。他也解释节目组在录影前有问他能不能教大家跳排舞，他说我就很抗拒，因为我真的怕跳错，毕竟上次跳是十几年前。后来想了一下，自己又觉得好像是对的，结果还是跳错。他不好意思给妈妈丢脸了，也向大家致歉，以后上节目会很小心。